在前方附近的时候，他还放那里看到两只像小狗一样东西，然后我下车过去看，是发现两只小狗在那里，然后有一只已经奄奄一息了，一只，然后叫声非常凄凉。嘴巴的气够了，还是跟他妈妈说的了？跟他妈妈说的，我有点嘴巴气。我刚找了烂衣服给他遮到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